out day 噶啦。即系简单咯，即系唔使太复杂咯。蔚蓝湾畔这个单位的户主霍先生是一位钢琴教师，平时留在屋企的时间就非常之多。在设计新居方面，都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饰物来到配搭而成。业主霍先生对于设计情报中心的服务和设计师的专业感到满满意了。其实因为当找装修的时候呢都有点担心的，你知道很多装修公司都即不知道怎么，但是呢谈开跟我叶生谈谈，他起初装修的时候都有些即你都知道 每一天都问他做到哪里，但是后来呢就他很交代的，即他每一样东西都会打电话给我，真的打过，他有时想大陆帮你交代是一定帮的，是的，非常之即安心咯。中式加上日式的设计，怎样才可以糅合起来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呢？两幅日式的画，一个传统的木柜和一些特别的饰物已经衬得很漂亮。不知道设计师 Alvin Yip 对于这个设计有什么感觉？第一，配合他本身比较中国式古典的家私，其实你看到他个人提供的小饰物或者是原有他的家具都是比较古典的，包括风扇、柜、后面这幅画，即係撞手神嘅啦，即係行下咁見到咁，但係好中意，差唔多係即係最中意。點解會中日式嘅 design 咧？其實客人都好多啲日本嘅名畫嘅。呢間屋好特別，好舒服。原來户主真係千辛萬苦搜尋咗唔少特別嘅飾物嚟到配襯㗎。即係我諗，當你整間屋嘅時候，你都唔會一次過可以諗到曬成間屋係點咯。即係最基本就係嗰個顏色係啱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簡單啲啦，即係唔好太過嗰啲線條太複雜啊咁樣。跟住就會係出去家私鋪睇咯，嚇咁其實都係周圍睇嘅咋。咁到你睇見到有一樣，咦覺得好睇喎。即係覺得啱擺落去喎，咁就買咗佢啦。咁你買完之後就一路睇其他嗰啲，例如呢盞紅色絲罩咧，例如我買咗張台同埋啲椅之後咧，咁睇下即係如果啱襯，咁但係呢邊個嗰埲牆係黃色噶嘛，咁我覺得就比較 contrasting， 咁就即係幾好啦。一个钢琴是不是很难想象摆在一个六百几尺的空间里面呢？那你看到后面我本身是将它的间隔间拆了之后呢，那它做一个主的卧房，再拆了出面这个钢琴，怎样可以摆到是一个最好的位置呢？那其实跟客人大家双方面都是用了很多心机，包括在个平面图上面，还有在实地将钢琴每一个位置摆一个一比一的纸样去编排个位置，那现在摆到一个是最好的最合适的。问过客他喜欢什么颜色，给到我那个颜色的意念他是可以给得很强的，所以我都很大胆将一个红色深绿色再加上后面配那幅黄色 的配搭，整体来说那个感觉都是很舒服的。
咁因為紅色、綠色誒，即係其實覺得個燈罩啊個對比幾好睇啦嚇。LV 一品每個選擇物料嘅過程都係一絲不苟噶。咁個客人佢都提供咗嗰個木地板俾我知嘅，咁佢喺一個地區啦，佢睇到一個地板，佢好中意嘅顏色嘅，咁我都直頭去到嗰個地方，佢睇翻個地板，睇咗顏色之後，跟住再同佢搜集個資料啦，咁啊將佢嗰個心目中中意嘅嘢，儘量係擺到呢一間屋裏邊。原來冷氣冚嘅運用可以令到成個室內設計嘅美觀感增加㗎。霍先生和 Alvin Yip 在整个设计的过程里面都有充分的沟通的，同埋都能够互相配合得到，才有现在这么漂亮这么突出的效果。霍先生其实给了很多的意见，甚至有些颜色他是很喜欢的颜色，再加上他提供了很多就是家私啊，或者是其他饰物的资料给我，我就将他全部归纳了再给霍先生看。霍生很多时间都会在屋企弹琴，但是钢琴又对着窗户，看琴谱的时候就会背光了。这个问题可以怎样去解决呢？即如果能够在那个灯槽那里弄一盏射灯，是射着看谱的地方，那就会舒服很多。现在的效果就非常好了。